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就戴眼镜去，这是高下面，然后内弯内高，那就开始会有肌肉，对不对？全部加起来。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？就是我先，我如果加一个，我就是把这里的全部算完，再算这边的，所以写出来会是两个是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大概就是说我希望分割越细的话，跟我那个立体的东西的体积会越接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不是可以写成同积分 F S Y D S Y？ 那我就看这边就是它那个区域是什么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我记得那么厉害就是得三角形那一卡。哇！这样子，虽然三种积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一样是代表一个东西的体积，它怎么看？我们刚刚是如果有一个，那时候是我刚刚是说切下面，对不对？先把下面切一切，然后来。造出来的是就是把这个区域这个点这样子做高，对不对？这样子这样画。那这个想法呢，是我把这个东西，我不止下面也切，我把上面也切。你就把这个立体的东西想成说，我这个立体的东西，我们刚刚一开始做的就是这个含住的那一区是高吗？下面就把这个切切出来，然后就这边切。那后来如果这个想法就是你把这个 S 轴是往这边，对不对？我把 S 轴上面的点就是横切，对不对？那后来 Y 就是这样切，那高也切，对不对？那切出来是每一个立方体的体积是不是可以写成 delta S 这边 delta Y 这边 delta D？ 没法知道啊。那如果都分等分，就是分三方吗？就有二三方的，那就全部加起来就写成三角形的嘛，一样。好，所以就跟同一样，就这么简单。石头不知道，石头就做啊，只是说出来没有它的意义可以有吗？不是没有意义，是说我们在组合上面没有这个来代替它的意义。当然有人就是我们数学系很无聊，都可以去做 n 维球的，我觉得石头是什么对啊？n 维球是二度空间的球，哦，就是你们做的这个是三维啦，三维的体积，对啊，三没有，就是其实它可以画出来，你那个四维、五维那个图形都长得很快，啊，所以人家就是我们数学所有的老师，他研究的东西呢，他都是在他研究是在曲面上的毕氏定律，啊，因为这个。平方 DS， 好，那我这个图示是可以做的。
是靠钱啊，靠钱啊，是靠钱比较靠钱。
建立，一它是面积。你如果这里写五，那就是代表连高度都是五，对吗？对。因为只是一的时候，高度是一，计算短体积跟面积是一样，只是单位不一样，可以了。好。现在要讲很重要的东西了。
所以我们知道是，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最高点，可以啦。好，现在给你们。